你就放了，放不了一分钟，放一分钟。跟你活动活动，我上王厕所了。艾比，他让你活动活动，上王厕所。上班族我觉得一分钟也闲挺紧张，那才20秒。这个酱好吃啊！真的吗？雪碧啊？叫啥名？这是红豆果油红豆。我就是最喜欢吃蚂蚁上树和雪碧。嗯，我在忌口的时候想吃红豆，就特别馋，越忌口越馋，恨死我自己。这是气面，拿下来摆了摆。